就变成了很好吃的木姜子酱，好重口味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Man 2的鞠婧祎。谢谢。哎，下饭菜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喜欢下饭菜都是老干妈，就是下饭菜一定要有点辣，可是我又不吃辣。可是我有一个最好的下饭菜，就是茶水或者是白开水。虽然那样吃对胃不好，但是我觉得那样吃就是，你知道那种茶香入饭里面那种味道，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你们可以尝试一下，但是不能经常吃，因为那个对胃不好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啊，鱼子酱啊，烟熏三，七星海鳕鱼啦之类的，就是。不，我瞎说，只能吃，是能吃，就是吃。虽然听上去猎奇，但是味道意外的有点奇妙呢。你不会是吃那个长这么黑的吧？吃白的东西明明会变白的，才怪。下饭料和米饭都是白的。耶耶！今天大家比昨天热情好多呢。那么，可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跟讲昨天一样的。大家有看乌杂吗？昨天婷婷长在这里教了半天，教你们怎么打榜，你们竟然没有。你们是不是都没有钱买电脑啊？那怎么办呀？婷婷长有没有很伤心？你们每天去我微博下面评论的是用谁的手机评论的？脑电波发的，他们的脑电波可以发送，自动发送，是不是？那你们跟我一样，我发微博都是到村口借王师傅的电话发的。哎，我今天有看到官博有发一个消息，说下周如果武打还能保持在第三名的话，会发一个特别版的 MV 啊。真的？嗯。为什么是第三名不能第一名？为什么不能第一名？前三。因为 TFBOYS 太狠了，第三还不够好吗？会发布一个特别版的3到5人的武打版 MV。 感觉大家好像不是很想看。没有，他们只是想看如果我们获得第一名有什么？第一名有什么？有什么？肯定是有更大的惊喜啦！赫赫姐，你想怎么样？我第一名的话，我想看小菊一个人版的武打。要把小菊卖出去。那个、如果打榜打到第一，小菊一个人到这里来 solo 一段，好不好？solo 什么？为了第一哦，只有第一哦。爱的加速器，一定要是第一才行哦。如果第二的话呢？第二的话，没有第二，只有第一。没有第二，不要第三，只要第一。我们只要鞠婧祎跟我们 solo 一段就行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有什么其他要求也可以尽管提呀、啊。对，只要我们拿到第一名。我感觉我被卖了怎么办？我怎么听到了理发卡？发卡怎么了？理发卡 solo 版的。这个不行了，你要说出来可能。有人要看吗？有人要看吗？要哎要哎，真的要哎！第一名，我来跟小菊接吻好了。谁要看？第一名还没有到第一名，还没有到。你自己想吗？自己想。明明就是自己想。对了，我们没有，我是万般的不情愿了。不对，你们不觉得他们俩 CP 很萌吗？有一天我发现他们俩在一起，精英攻和邋遢瘦，你们不觉得很萌吗？精英攻。就是我在问小菊动作，小菊，啊，你怎么这么笨？然后他就在后面看，哦，就觉得，就是什么感觉？你觉得我们很配，对吧？什么感觉？哎，你叫呵呵干嘛？对，说好了第一名就有接吻，我是很不情愿的。我好想看他们，我好想看、哦。不情愿我来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来。好多人，那第一名再说。对、啊、第一名你们有信心吗？有，准备好了吗？时刻准备着。那乌打这张 EP 有什么用？又是来开始拍卖了。拍卖，拍卖，拍卖，这月份。
外卖我五块，太便宜了吧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买一送一，加个小菊，就是赠品还更便宜，不是赠品还更更值钱呢、啊？人家都是冲着赠品来的，努力，你这样不划算。其实至少应该是双蛋瓦斯嘛，他跟那个小玉这样子还不错。小玉是云子的，啊？小玉不是你的吗？哎、不是啊，我们。哎，努力分手了，突然间，天哪，没有，不是我们，跟小月离婚了，不是，我们都没有结过婚，哪来的离婚啊？你都没有叫过他爸呢。其实我比较想，就是努力，你有没有想跟小玉跳个什么 unit 曲，比如《任性的流星》？不是，我想那段曲就是我加爱发卡跳抱抱，你知道？发卡跳抱抱那个、啊、发卡跟佳爱都是同一种体型的人，应该是不是、啊、我发现他要是跳抱抱的话，他的硬伤再也不是硬伤了。对、啊、什么东西？对，那想看这种组合的也可以在我们 request time 对下个月的一个活动 request time。 对，反正就是打广告了，就是那个什么比什么的、买乌杂 EP 就可以有那个投票的券。对，我反正是比较想看兰兰和武哲跳那个夜蝶了。也不知道上次，哎，你别说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上次我跟武哲就是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俩还演示过夜蝶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就是你过来，他摸的时候你蹲下来。为什么是我蹲下，不是你蹲下来吗？就是一般不是摸肩嘛，悄悄的。什么东西啊？然后你要这样看着他，而且你知道，就是那个要牵手的地方不是要这样吗？然后他就整个人把我拎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也亲不到啊，你们怎么还是跟我夜蝶吧。这个身高比较，这个可怕的女人啊。好了，总之希望大家能多多打榜，多多支持我们的 Crest Time 的耶、yeah! 那所以请出后面的小伙伴咯、yeah! 拜拜。